纸筒圆的就那七款，卖的全是那个熬夜水、晚安水，然后这个洛神橙皮素，都是不隔夜的，都是零添加的，每款都含的，这里面的种类就挺多的，红枣，然后有那个生姜，然后还有那个桂圆、人参跟菊花，然后枸杞。那这些中草药是药食同源的，一般家里面的熬汤呀或者炒菜呀都可以放。现在人对那个养生的意识就比较注重嘛，然后我妈现在又没有，我想着开了一家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帮自己的皮肤也可以帮他人嘛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把个脉，然后适合吃什么东西啊也可以，就比如说我现在他觉得你气血不好也补一下呀、啊、刚好你又想喝一点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建议一下你喝啥嘛。洛神橙皮素也是没有喝过，这里很少开这样的店，第一家。